进出口持续增长，贸易结构继续优化。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4347亿元，同比增长8.9%，其中出口20265亿元，增长16.8%，进口14081亿元，下降0.8%。进出口相比，贸易顺差6184亿元。一到四月份，货物进出口总额133232亿元，同比增长5.8%，其中出口76729亿元，增长10.6%，进口56503亿元，增长0.02%。一到四月份，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.5%，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5.4%，比上年同期提高1.6个百分点。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.8%，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2.9%，比上年同期提高4.6个百分点。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0.5%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.9%。